我是卓君泽，带你关心体坛大小事，陪你小酌一下。嘿、hey, 你喜欢跑步吗？我最近开始是越来越喜欢了。欢迎收听小酌一下，我是卓卓。上个周末是路跑活动的收官赛台北马拉松，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呢，我身边有非常多热爱跑步的朋友，所以周末的 Facebook 完全被洗版了。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们呢，对我来说是最棒的跑步教练们。他的书籍《J 的跑步笔记》今年更入围了博客来年度百大，哎呀，非常的厉害。欢迎热爱跑步的夫妻档 J 以及花花。 Hello，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 J。 大家好，我是花花。两位怎么感觉有点就生疏啊？很久没有接受这样子的访问，因为这次回来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公开活动，所以 对，但是就被我抓到了。对啊，对啊，我原本以为是朋友间的聚会，想不到突然间就问说，哎、欸，你要不要录 podcast？ 好像也没办法拒绝这样子。原来是因为没办法拒绝。哎、欸，其实 podcast 真的还蛮轻松的啦。嗯，对，在这访谈之前，我要先帮大家就是科普一下两位的背景。这是来自矽谷的工程师，他是一位市民跑者，透过科学化的训练，全马跑进3小时之内。而花花则是 UX designer。哦，有点难念，我太久没念英文了。他这的这套就是那个科学化的训练呢，就是用在花花身上，他是最棒的实验者。而且他的出马是在芝加哥马拉松跑了3小时53分，非常非常厉害。今天其实我想要抛开就是大家对既定跑者的一个想象，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菜的跑步的人士，来访问男女子组的破风者们。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完成的台北马，两位各自的心情是如何呢？我们从花花开始好了。心情哦，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跑马拉松，第一次啊，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还蛮新鲜的。然后因为可以绕着整个几乎整个台北市嘛，就是从市政府，然后一直到中正纪念堂，然后再绕到内湖那样，然后就觉得哇，就是第一次你可以跑在就是平常车就是开的路上，对，然后觉得还蛮新鲜的。然后人很多，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守秩序的，一切都很兴奋，然后觉得很好玩。哎，这也是你第一次在台湾跑马拉松吗？没有，其实这算是我第三次。我2016年的时候有跑过台北马的全马，今年2020年年初的时候也有跑过台北扎达马的半马。台北的马拉松路线其实都有一点类似的，不过因为今年台北马拉松，因为它要申请标签赛事的关系，它有一点改了路线，所以今年的后半段比较多在市区，然后包括全马的终点在台北体育场，然后半马终点在南京东路上，其实都是之前没有过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还蛮新鲜的。然后最后能够回到台北的市中心，然后可以让跑者在田径场上结束，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马拉松的一个象征啦。听说两位上个礼拜是拎了蛮多的跑者在你们身后的，是吗？是吗？有吗？我是有啦，因为我在赛前就已经先预告说我会跑半马1小时29分，因为它刚好符合所谓台北马拉松的免抽签成绩，就是你跑超过1小时30分的话，基本上你报名下一年的台北马拉松半马是可以直接录取的。不然的话你要透过抽签，那其实今年我们两个报名的时候都是透过抽签，然后就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抽上这样子。所以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就是目标就放在1小时29分，然后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成绩，所以我那时候就先说了。所以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些跑者陆陆续续的有试着跟在我后面，然后有一些当然跟得上，有一些当然掉了，或者是有一些跑在我前面的掉速然后被捡到，然后就再坚持一下，然后一起回到终点等等的。所以这次有带了一些跑者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你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花花，你在这次跑的时候有设定什么目标吗？这次比较没有设定什么目标，主要就是轻松跑，因为我已经还蛮久没有就是训练了，所以这次我想说反正可以轻松完赛就好。然后对啊，然后所以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们一起跑，然后我们就一路吃喝。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方式。对对对对对，享受马拉松的方式。对对，因为我发现有很多跑者就在路上会跟你疯狂的打招呼，非常开心兴奋的看到你。像我们上礼拜去森林跑站，去大安森林公园跑步的时候，发现天哪，大家都对你很热情，是因为这本书的关系以及你写的文章。你自己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吗？不会不习惯啦，其实这样子的经验在台湾，甚至在操场或者在大安森林公园这样跑者比较多的地方都还蛮常见的。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很热情啊，因为我平常在
Facebook 上面跟大家的互动就好像跟大家是朋友一样，对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一年没有看到的朋友，然后就会来说，哎，甚至会叫我的本名等等的，哎，徐丽姐，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认识吗？这样子，然后开始回想说我在哪个场景遇过你，这样子 对，然后慢慢的也因为出书的关系，那就更多人的支持，然后现在又更多了一个聊天的话题嘛，他就说有买你的书啊，有知道你开的课表练等等的。所以也蛮感谢大家的啦。我非常荣幸因为拍摄就是卓卓体育课这个节目认识了 J 和花花，更因为他们和原本是网友的一位国中老师秋秋成为了实体的好友，领着我真正开始就是好好跑步的教练。上礼拜我是第一次到森林跑站去记录跑步，对我来说其实还蛮紧张也有点新鲜的，因为我是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格，对，大家都看不出来，我知道 I know， 但就是会很容易紧张，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跑马拉松的那种心情吗？我的马拉松一开始应该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那种糊里糊涂报名的。我那时候是2013年，我在美国匹兹堡读硕士的时候，那是因为毕业前我想要完成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是一场马拉松。然后当时也有训练，最长也有练过30公里，可能两次吧，但是对于怎么跑42公里其实就没什么概念的。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实出马我基本上已经算是迟到了，因为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原本还想说要搭公车等等的，然后一早上醒来发现我朋友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都没有接，结果是因为我太紧张前天晚上根本睡不着，然后当天就整个睡过头，然后他打电话一直给我说你到底要不要来，到底要不要来，然后我就说那你先去好了，你搭公车赶快去，然后说公车根本没有来，然后才想说啊，会不会是因为路跑活动封路的关系，路跑那个公车根本没有开，所以我们就菜到连怎么去会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要跑第一场马拉松。最后是因为就临时call朋友啊，说你赶快开车带我们去这样子，然后我们终于在开跑后10分钟赶到现场，但是因为人很多，所以前面的已经跑走了，然后后面的跑者还在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拜托那个人说可不可以进去，可不可以进去，他说哦，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就从最后面溜进去，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就穿着睡衣，裤子有来得及换，对，睡衣就是指说那穿着很舒服的运动衣服，但可能不原本不是我准备要比赛的服装，对，然后我原本会戴隐形眼镜也没有戴隐形眼镜，然后套了一件外套等等的，然后根本就没有吃早餐，然后就硬上了这样子，就这样，对，太猛了吧？没有，整个过程其实前面很慌乱哎、欸，前面20公里都还蛮好的，而且我一直在想说我没有吃早餐，我要一直赶快找东西吃，所以一看到补给站我就一直在找东西吃，对对对。到中间的时候，因为那边回到市区了，然后就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就来帮我加油，然后他们就说你赶快走，时间快没了，然后我就说哦，我不想跑了，不想跑。对，然后反正最后还是还是有完赛，死拖活拖，对啊，好像是4小时50多分吧，回到终点。对于大部分来讲，都是一个很不怎样的成绩啦。其实大家听到4小时50多分，大家都可以理解，它一定是一个跑跑走走中间一定有爆掉等等的情况，但对，结束的也非常惨烈，但幸好是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了，但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马拉松出马经验这样子。我觉得出马可以这样子慌乱当中完赛已经很厉害了耶。对啊，我就讲说再糟应该不会比这样更糟了。我跑完的时候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跑，对，他其实是我现在在美国的室友，就是我们还是好朋友，但他跑完之后就是他就是属于那种折磨过一次他就说他再也不跑马拉松了，他从此真的就从跑步界隐退这样子，然后转成什么了也没有啊，去做其他的运动等等的，就没有对跑步有这么大的热情，然后我反而是那种经历了这种慌乱跟痛苦折磨之后，还是觉得还蛮好玩的，你就整个人陷进去了，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 对啊，欸，不过你的老婆花花就是应该是被动式的采取要参加马拉松这件事情，因为她是从原本不运动，对，然后到开始会运动，然后跑出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还记得第一次认真练跑的感觉吗？真正比较认真练跑应该就是为了准备芝加哥马拉松，对对，然后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跑过了一些比较短的距离的比赛，像是5K、10K 然后半马等等的，然后
因为我们在加州有跑团嘛，所以很多在里面的朋友就会说，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全马，就是什么很好玩啊，就是你都已经跑了半马了，你肯定可以跑全马吧吧吧等等的，明明就不同的世界，为什么要这样鼓励人？对，然后那时候所以就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一个礼拜跑完一个全马的距离的话，你就别想尝试，不然你可能就是会很痛苦，很痛苦，而且你会永远讨厌跑步。哦，对，他就是每次这样一直疯狂的威胁我，威胁加恐吓，对，威胁加恐吓。后来是因为觉得，自己跑步其实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觉得说自己真的可以一个礼拜空出那些时间来认真练跑，所以才去抽芝加哥马拉松。对啊，然后抽到之后就是非常努力的练习，因为实在是太怕就是跑到一半就是要用走的啊，或者是真的跑不完会很痛苦什么的。嗯哼，对啊，所以我的出马经验就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都有 follow 那些，因为有跑团，对，有跑团，然后有计划，嗯哼，所以相对起来跑的就比较轻松，然后跑完感觉也还蛮好的。那这一代你就是跑步的时候会是严格的吗？或者是他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在他眼中应该算是蛮严格的啦，因为我对自己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我之所以讲那句话，其实也是想要让他知道说全马不是闹着玩的，就是对啊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认识蛮多人，没有准备好去跑全马，那轻则受伤3礼拜，重则受伤3个月，都很有可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你不要看大家都能跑全马，就觉得你好像也可以。那除非你愿意练到某一个程度，对，有一点在严格的在要求说，除非你每个礼拜可以跑40公里，不然你不要想要跑马拉松的这种感觉啦。但是除此之外，我对他的课表其实是蛮有弹性的。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从零开始训练，所以我比较知道说哪些训练对初学者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例如说，他有时候可能那天课表是跑5公里，然后我就会跟他说，那如果你今天状况不好的话，你可以跑3公里或4公里之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再跑5公里。甚至是有一些比较辛苦的课表，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先跑1组或2组之后看看状况怎么样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保有一点弹性，让初学者觉得，跑步不会那么讨厌，然后他愿意去执行一个礼拜跑个5次等等的，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初学者要跑出马蛮比较容易成功执行的方式啊。我觉得跑者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马拉松其实是累积式的一个训练嘛，对，你得花大把的时间投入在里面，可是在这之前你完全没有受过就是正规认可的田径训练，你所有的那些观念等等可能都是从书里面网络上或者是请教其他的跑者达人所得来的。所以我就想问问花花，你怎么看待他从一个可能也没有那么热衷于跑步到成为完全热衷跑步的人？一开始就觉得他很疯狂啊，怎么是入了什么教是不是？对啊，就是他一开始其实也还好，一开始就是大概是自己跑的时候，他就一个礼拜出去跑个几次这样。然后后来因为他搬来加州，然后找到了一个跑团，就我们现在的跑团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很疯狂的每个礼拜都去那个跑团，然后很早很早就出门，然后就没有怀疑过他为什么要这么早出门吗？是也还好。我还真的会每天回来就是发照片给他看，证明说我有去这样子，让人安心。对对对，就跟我说，今天那个有谁谁谁啊。对，但是他就是那时候每个周末就很疯狂，就是一大早大概5、6点吧，就起床就出门了，那我都还在睡觉，因为我那时候大概都睡到9点、10点才会起床那种。对，然后我起床之后，他可能还买好早餐回家这样。哇塞，这么贴心，难怪你都不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早出门。对，不会不会。我们通常都同时间睡觉，然后我出去跑完了一场之后回来他还在睡这样子。所以完全跑步其实不会造成你们生活中有一些任何的摩擦，因为有的可能家庭会因为说可能老公或老婆他们很喜欢这件事情，可是另外一半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沟通上的摩擦。但你们看起来很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蛮支持我的兴趣的啦，包括他一开始我在比赛的时候，他也会愿意到，假设我们去现场，对 Boston， 他就跟我去 Boston， 去纽约他就会去纽约。当然比赛前的2、3天我都会尽量安排一些走路比较少的行程等等的，那跑完之后再好好补偿他，他要去逛街什么的那就再说。所以我会试图把它包装成一个比较像是旅游的方式，但很多时候还是他在迁就我，
因为我就会说我今天不想走了什么的，或者去看或者我们就会去看那种博物馆，因为美国有很多很棒的博物馆，对，然后一到一个地方我就坐着，然后就开始逛你就坐着，然后他开始逛，这样我还是会逛，但是我就不想动了，就坐着看，对，因为接下来要比赛，可能没有办法用那么多的腿的力量，没错没错，嗯，欸，不错，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供给就是热爱马拉松的家庭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包装，要让另外一半也觉得，嗯，跟你去帮你加油是有的吃又有的玩。没错，没错，嗯。对对对，其实你自己给这个就是马拉松当做是一份礼物之后，你就从此之后就陷进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啊？就跟你的室友比较起来，他就完全不接触这件事情。马拉松就是跑步训练，就是一个痛苦跟快乐并存的运动吧。嗯，然后包括我又是一个很乐于在社群媒体上分享的人，无论是当时在个人的脸书或者在 PTT 上面，就是路跑板上面，我分享一些心得的时候都会有蛮多正面的回响。那其实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啦，然后我就会觉得诶，跑步这件事是可以带给我进步的，然后分享这些内容可以让其他人经由这些经验而进步的。因为我真的是从零开始，就是出马快五个小时，到后来破四之后，我很高兴的发了一篇文在当时的 PTT 还有运动笔记上面，然后大家就说诶，这个人破四了。那时候破四还算是一个还不错，代表你有在练的成绩。之后就像他说的，遇到了跑团，然后我才发现诶，认真练跑的人是怎么回事。甚至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大哥都跑得飞快，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练得这么好，这么执着这样子，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不管是跑步上的还是人生上的事情。然后渐渐的我也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其他人，因为包括我在美国的训练方式跟训练环境跟台湾可能会有不同的区别。除去比赛啊，像是纽约、波士顿等等的这些比赛，也是台湾人一直很关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身去参加的。对，我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自己其实蛮能写的，无论是字的出赛报的速度或者是质量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我那时候就蛮热衷在这件事，然后有点像正向回馈吧，大家喜欢我就继续写这样子，然后就集结成了一本书。对，最后就把那些东西重新整理，然后有某部分的重写，然后出了一本书。你就从此这样子一个正向的循环，就让你陷进去跑步这个世界里面。花花，你有觉得自己也算是陷进去这个世界里面吗？我可能没有他陷得这么深。我觉得因为一开始跑步比较像是我从以前其实都没有什么运动习惯，可能年纪渐渐比较大了嘛，然后身上开始会堆积脂肪什么的，然后开始做一些代谢的事情。对，然后想说那不然，因为既然他在跑步，然后他每个礼拜都会邀请我，就自从他加入跑团之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跑一下，或是你去走个一两三五公里也好这样。对啊，然后一开始我也是有点不太想，就觉得天哪，还要好早起床，然后我的周末哎，我就睡到饱啊。对，然后就是他邀请了很多次，突然想说好吧，那就去。对啊，然后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其实跟你差不多速度的人在那边，他们也蛮愿意就是陪着你一起跑，就算跑短短的，然后他们都很热心，就从头陪你跑到尾啊，跟你聊天什么的。对啊，然后我觉得我的跑步习惯应该很大一部分是从那边建立的，因为你找到一些跟你速度差不多的伴，开始参加一些比赛啊，然后比赛过程中我也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每次可能都有一些进步啊什么的，然后你也可以身体越来越健康。对，但是越来越精实。对，越来越精实。对，那就是像他一样这么疯狂的，就是要跑什么六大马，或是每一次马拉松都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我觉得我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目标感，对，或是目标感，对，挑战感。就他如果帮我报比赛，我觉得 OK 啊，那就去跑跑看。但是如果要我自己就是每次都设定一个说好，我下次一定要超过什么，或下次一定要跑更快什么，我就觉得哦，那个我就其实还好，就跑步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对，快乐的事情，不太想要给自己压力。对。我觉得对于一些就是初阶的跑者，就像我这样来讲，我其实以前有认真的跟过教练练跑步，而且是一对一的那一种。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觉得跑步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 我会感受到一个压力，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有目标性的，就你一定要去做。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目标人，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反而觉得我好痛苦，我好像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都会一直做不好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我遇到 J 跟遇到我现在那个就是教练球球的时候，我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欢乐？你们可以不要再聊天了吗？你们可不可以顾一下？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聊天的心情。对，那天跑步的时候，佐佐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哦。我很认，因为他们都很轻松的就完成了，就是我们那天跑了四 K， 将近五公里，将近五公里。然后他们就从头到尾，我的教练就是一直讲话，然后一直聊天。我想说，天哪，他是怎么换气的？好强哦！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想说，以前练合唱团有没有这样的？好像也没有。他们就一直聊天，我就一个人跑，然后有点出神。明明我们在同一个空间，而且在遇到你之前，我们已经跑十 K 了。对，他们已经跑十 K， 他们是陪我环跑而已哦。所以我就觉得。天哪，这个过程真的是跟我以前练跑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是开心，是快乐，是不会去排斥它。可是像因为现在台北就是因为一直下雨，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跟教练讲说可不可以不要再下雨，我真的好想去跑步，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讲出这句话，真的觉得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魔力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以前这也打篮球嘛，我也是很喜欢团体运动的一个过程，因为有分工合作啊，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嬉闹啊等等。可是跑步会变得，如果没有跟跑团的话，一个人会真的比较寂寞的时候。那在整个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两位有没有觉得哪一个 moment 会是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寂寞的？我觉得我最感到寂寞的就是前阵子在美国，然后受到疫情隔离的时候，因为我真的从2015年开始加入跑团之后，就这样不间断的跑了五六年的时间。然后我说的夸张一点，就是每个礼拜只要我不是出国或者什么，我就每个礼拜一定都会去跑团，然后跟跑团的伙伴，可能好一点见个四五次都有。但是从疫情开始之后，就变得这件事完全不可能。然后无论是台面上，我们不可以合照，或者是台面下，我们虽然可以距离可能两公尺以上一起跑，但我们也绝对不会做出违反规定的事。所以甚至有一些可能家庭还有小朋友的人，他像是我们的一个训练伙伴叫狗粮，他就是从我们之前真的是朝夕相处的那一种，但从三月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过他，被迫分离。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疫情这件事发生造成的跑步这件事变得比较更加的单独，然后也这是为什么我这次有幸可以回来台北隔离之后参加了台北马拉松，然后跟这么多跑友见面，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感动的，有点像是回到当初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了。有伙伴们一起跑的那种感觉，没错没错。不然大部分最近 这半年来，虽然我还是持续有在训练，一个礼拜还是有100多公里，但是哇，大部分都是自己跑的。然后突然开始会对空气对话，狗粮，发现旁边没有人。对啊，对，而且真的会想象，就是说你前面有一个人，你自己都知道那是想象出来，但是你必须要靠这个坚持下去。你看这疫情害人多惨，变成有想象的跑友。对啊对啊对啊。花花你觉得呢？你在整个跑马拉松的过程或是训练的过程，有没有觉得哪一刻是让你觉得比较寂寞？寂寞我真的好像觉得还好耶。他大部分训练我都陪着啦。对啊，或者是有伴。好好哦。对啊，不然他就不训练啊。就直接睡啦，或者自己跑。哦，可能是那种跑比较长的课表吧，就是你可能要自己一个人跑完25公里左右，大概25，就你可能一个人比赛前的那一次，一个人要独推25公里。之类的，就可能前半段可能会有一些人陪你啊，但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对啊，那时候就会觉得天哪，好痛苦哦，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完这么长距离？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出马其实我是没有陪在旁边的。就是他的第二个马拉松，我是有从头到尾陪着他完成，但他出马只是我跟他一起练习完之后，因为当天我也要比赛，是芝加哥马拉松，那我们就分开了。所以其实是我回到终点之后，然后才开始很关注他的状况。然后后来发现他一个人跑的时候跑得更好，比我想象中会更好，这样子就发现他是一个孤独的跑者。有一点呢，我觉得他还蛮能够 enjoy 就是一个人独推的感觉。对，因为如果有旁边有人跟着我一起的话，我可能会想要配合他，或者是你可能就想说，他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跑太慢或者是跑太快，然后就影响到其他人这样。然后我
可能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哎，现在太快了，或者是哎，我们要跑慢一点哦。像芝加哥那次，我就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是 follow 所有的速度啊，然后就是看着你的表和什么的，然后就执行起来就都还蛮专心，就你可以知道说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在做什么事这样。快乐型跑者，我觉得很棒哎，我应该会向花花看齐。我想要来问一个假设题，如果我们都年纪越来越长了，就是我们就老到有哪一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跑步了，你觉得还有什么项目可以平衡你们的生活呢？花花你觉得还有什么项目？你是说运动方面吗？运动方面，因为跑步已经现在已经变成你生活中有点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咯，但如果当你的年纪越来越长，可能有点生理上面的限制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运动可以满足你平衡你的生活？好难哦。他会的运动真的非常有限。我不会骑脚踏车，也不会游泳。脚踏车 OK， 这个要教一下。哦，我有教他骑脚踏车，我有送他一台脚踏车，然后他会骑了之后就不骑了，这样子。会骑了之后就不骑了，就有种哎，我会啦，然后就不骑了。OK， 停下来一下。好，可以想一下。那 Jane 你觉得呢？有没有什么项目可以平衡你生活？我觉得如果真的跑不动的，可能真的去爬山吧，就像我爸妈现在一样，他们周末就一直去爬山，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去爬山还是去山顶上泡茶的，是去野餐的。对，你误会他们，他们是去野餐。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聊到跑步的哪一刻是最容易感到寂寞，我们要现在聊聊所有跑者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瓶颈跟撞墙期。因为这不只是在练习的过程中会遇到，真正参赛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所以两位都是怎么和自己说哎，撑下去的？因为我是知道我自己会想着说，等等这个结束之后我要去吃什么东西，然后来说服自己说赶快完成它这样子。那两位的方式是什么？好像也是差不多像左左那样，就是每次跑完在跑的中间，我都会觉得天哪，我口好渴哦，我等一下要来一杯很大杯的冰拿铁之类的。对，想着吃的东西，对，就想吃的。我不太会想吃的东西耶，因为想吃的东西会让我立刻觉得很饿。对，然后我比较像是我会模拟比赛真正的情况，我会试图想说，如果这个训练是发生在比赛的话，我是不是要坚持下去？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服自己说啊，剩下10K 现在就是要冲了，不要留的这种感觉。对，我就会专注在训练的本身，然后如果说把它当成如果是在比赛的一部分，我是不是能够撑下去，然后又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之前已经经历了16周的训练，我知道今天这个训练是合理的，我没有做一个特别难的训练，所以今天这个如果不能跑下来，一定是心理的问题，不是生理的问题，所以我就会这样子说服自己撑过去。哦，会开始想象就是哎，旁边有赛道的那个加油的人，对对对，真的会真的会，然后想说哎，前面那个就是比你快的跑者，然后我要追到他，这种感觉，然后就会想说哎，再过一 mile 就可以回到终点了。对，就这样子说服自己。我觉得这跟花花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跑者的类型，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但觉得如果说要讲一个跑者们的共通点的话，你觉得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质？我觉得分成两个方面讲好了。如果是他跟我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很享受跑步本身这件事情。对，就是无论是会不会进步，或者是会不会完成某一个特定的距离的目标，但这都是额外的，而是我们真的是喜欢跑步这件事，即使没有比赛等等的话，都会持续去做。那好的跑者的特质，我真的觉得是能够长时间跟自己相处的人。对，因为其实跑步 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啦，有时候你虽然会有跑友一起，但很多时候你还是必须要独自面对一个特别长的课表等等的，所以甚至比赛的时候你也不能够保证所有人可以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种心理素质就还蛮重要的。你觉得特别能够忍受？对对，跟自己相处的，可以跟自己对话等等的。对，我也觉得，我其实还蛮喜欢在跑步的时候一直跟自己讲话。对，可是这样讲久了会有点很像神经病，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就讲出来了，就真的讲出来了，旁边路人就会被吓到，你知道吗？这是个人比较菜的一个经验，希望我可以收住我的嘴巴。这已经参加过3次的波士顿马拉松，对不对？对。花是参加过芝加哥的马拉松，两人分别的跑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你感觉到最挫折或是最印象深刻的马拉松呢？我只跑过两个，一个是芝加哥，另外一个是纽约。
这两个都是有大码的，就很幸运都抽到，啊、都抽到，很棒哎。然后印象深刻应该是纽约吧，因为纽约其实，就是纽约马拉松其实是世界上最多人参加的马拉松嘛。对，然后我觉得它整个就是赛道的氛围很好，就一路上都有人帮你加油啊，然后就是大家就很 enjoy 在整个就是比赛过程啊，然后或者是观众也是。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纽约就是很多桥嘛，所以很想把桥给拆了。那个时候就是无止境的上坡跟下坡，没错。对，然后因为那场比赛我其实好像之前有受一点点小伤，所以那场比赛有点算是看能跑到多少就多少，就是大概四小时附近，就没有硬要规定自己说一定要比上次好或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放还蛮轻松的在跑、嗯、对啊。但虽然是这样，但是因为一路的上坡跟下坡就还是非常的折磨、嗯、对。但不过我觉得因为纽约就毕竟是一个很多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嘛，所以你等于是借着跑步然后去跑过各个不同的区，然后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他最后是要跑进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对。然后那路上就是满满全部都是人，然后就是很嗨很嗨，就是观众加油啊，然后就是让你就是突然精神很好，感觉自己很像在演唱会的主角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路狂冲，然后超过超级多人，然后就说天哪、啊，好开心这样。观众来的那个肾上腺素，哎，刚刚讲到大桥，我就想到台北马，就很多人说很想把环东大道给拆了。啊，没错。对，纽约马就有点更夸张了。我觉得纽约马是我目前跑过的六大马里面，单比赛道来讲，肯定是最难的。最硬的一个，对对对，因为它经过了五座桥吧，至少五座桥。对，然后你知道那种都是跨区的桥，对，都不是，就是有点像从三重到台北那种特别大的桥，所以都是直上直下的那一种，所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然后他通常说马拉松是到一半才开始，但我真的觉得纽约马拉松是30K 以后才开始，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哎、我前面感觉还不错，但是其实那些桥上上下下会剥夺你非常多的体力、嗯、然后最后进中央公园的那一部分其实还是一个上坡，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即使已经距离终点大概只有三五公里，很多人就会直接停下来走，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甘。所以那时候他之所以能够超过那么多人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因为还有保留体力，而且因为我在带他跑纽约马拉松之前我就已经跑过了、嗯、所以我们体力节省的很好，那最后其实超过别人的那个瞬间是可以，你就有点像是 enjoy 刷卡的感觉，对对对对，刷一个人就吃一个 buff， 然后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感觉。嗯，怎么感觉很像在看两个超级马力一直往前进这样。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来讲的话，你印象最深刻应该也是纽约马拉松吗？嗯，纽约马拉松其实还好，纽约马拉松是因为我跟他一起跑了、全程42公里，所以我觉得、我本身是还蛮享受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是比赛，那对我来说我就是去玩、嗯、跑一个4小时左右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压力啦。老实说我还可以帮他拍照什么的，但还可以录现实动态，对对对对对，本身还蛮好。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有两场，一个是2018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因为那年就是、近20年来天气最糟糕的，因为前一天我们去赛道上面看路线模拟的时候，还发现就当天还在下雪，下雪，没错，就是在下雪，蛮滑的耶。对对对，然后就非常的冷，然后马拉松又是一个你不太能够穿太多衣服在身上的比赛，因为会影响表现、嗯、等等。然后那天比赛的过程，大家在起点的帐篷啊，就大家缩在一起取暖，然后外面还是一堆的雪，然后就会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嘛。而且我那时候真的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波士顿对大部分市民跑者来说都是最高的殿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旁边的跑友说，如果我今天不是波士顿我真的不跑。真就真的会讲出这种话，真的会。对，然后过程也是当然就是凄风苦雨啊，非常的冷啊，然后大家就知道其实就是跑者要跑在一个集团里比较容易，但是因为天气很冷然后风又很大，然后
就会把跑者打散。然后我记得中间有一段特别长的空旷的地点的时候，所有人会自动自发变成一条直线，就跟那个蚂蚁雄兵一样，大家排成一条线，破风者那种感觉。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会掉了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补上去，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们虽然平常都是竞争对手，因为每个人都对名次是有一点在意的，然后当下真的是想着我们要怎么活下去，你知道？天哪，这是一场生存战。对对对，然后跑到终点的时候，其实我跑了一个还可以的成绩，2小时44分。然后真的，一回到终点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冷到六亲不认。然后我那时候拿了衣服，然后赶快想要去穿啊。然后我旁边那个伙伴就说：“欸，我饭店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饭店，找饭店。然后走了大概十分钟，发现欸，我们在原地耶，怎么会这样？就冷到已经完全没有方向感。对，然后就看到旁边一家饭店就是开着，然后我们就想说不管了，我们先进去。把衣服穿起来再说，然后一进去发现一个是我们认识的跑友在那边等我们，然后一看到他就觉得啊，回到家了，然后当下真的就被拍了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就是我们两个刚跑完马拉松，跑了2小时40几分的英雄，然后流下了两行泪，这样子，就看到朋友哭了，对对对，就觉得啊太累了，好温暖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两位的分享会吸引很多台湾的跑者，如果说这个疫情结束或者是比较好一些的状况之下，让他们可以去挑战看看，因为在台湾跑，其实再怎么跑，你知道吗？台湾半路跑都是每两个礼拜就有一次，没错，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很认真的去参与的话，大概一年就可以把它结束掉，所以就接下来就要去往更远大的目标，是不是？提供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会这么受到一些就是一般的市民跑者来受欢迎，是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非科班出身的，能够在全马中破3小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对其他人来说这件事情还蛮激励人心的，最主要是透过科学化的训练。如果要你用简单一个总结来说明一下你的科学化的训练的话，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科学化训练它跟周期化训练的概念有一点相似，简单来说它就是相对于传统的土法炼钢的纯堆跑量的，然后每一次练习都一定要激出你最大潜能，不跑到吐等于没有练到的那一种概念来讲，有一点比较相对，或者是更背道而驰吧。对对对，那种感觉，它比较像是你每一次跑步的训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你今天是轻松跑，那就应该是让你的肌肉恢复；你今天是间歇跑，那你就必须要把自己逼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你今天是配速跑，那即使你速度感觉再好，那你都不应该超过某一个上限，因为累积的疲劳可能会让你延长你的恢复时间，这样就会影响你的下一次训练。那其实周期化训练或者科学化训练这件事，我相信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可能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那它有一点像是以前在也许在美国或在欧洲，它有点像是不传之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门派等等的。但现在也因为网络时代的发达，然后很多教练也会乐于把这套系统跟大家分享，然后就会看说，我的学生是就像是汉森体系啊，就说，我学生是练这个体系的，然后结果还不错，甚至你在比赛中就会有实际看到这些精英选手的表现等等的，所以你对他们的训练的门派就会有更多的理解。我觉得这样就比较不会像是你只会听说谁谁谁好像练得很好，然后他好像练了什么等等，都是听说来的。然后你去问那个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训练秘籍，我不能告诉你。所以我觉得网络的推波助澜吧，造成了科学化训练跟周期化训练的普及，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以更理想的方式、更合理的方式去循序渐进，然后增加自己的成绩，然后降低受伤的可能性。这样子，当时花花被这一套系统给就是做教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会有压力吗？或者是觉得其实还算是可以接受，然后越来越喜欢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吧，就是比较初学的，所以他的课表排的其实没有很难，就是以他们比较进阶的，通常一个礼拜应该是只休一天吧。或者完全不休息，对，完全不休息。但他给我的课表是你一个礼拜可以休息2天，就完全不跑步的。那其他的我记得好像是大概3天轻松 跑，然后剩下2天，一天是长跑，然后另外一天是练速，对，练速度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课表相对来讲比较轻松，而且你有比较多时间可以恢复。对啊，然后所以我练起来，我觉得还可以。
对，我觉得可以提供给一些就是初级的跑者给他参考一下，就是全马或是半马真的不是可以随便能够参加的。因为像在台湾，因为路跑的风气太过盛行了，就会有很多人一头就栽进去，然后就开始有自己的方式啊练习啊，或者是参考其他人的方式做练习。那会有一些状况，像我们在新闻会有看到说有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话，我觉得真的要量力而为，没错，对，而不是说真的土法炼钢。其实昨天在赛道上也有看到救护车就呼啸而过了，都会让人家有点心惊胆战的。对对，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大家会担心嘛，毕竟都是一起来跑步的。所以也是要奉劝，如果说你是我们小酌一下的听众，然后本身有在练习跑步，然后是刚开始的话，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还是要让自己觉得说跑步这件事情是快乐的会比较好。像我自己，我就觉得跟 J 还有花花一起跑步还蛮开心，因为他们不会强求说你一定要跑多快啊，一定要跑多远啊。我反而觉得你是一个很坚持的人。我们那时候就说啊，你可以走一下再跑，然后他就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就一直。我想说我都可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撑过去那个疼痛感，因为对我来说跑步的最大的障碍是我会有腹腔的疼痛。对，然后我的疼痛时间其实还蛮长的，是大概会持续个一公里两公里这么久。那会解除吗？就是。撑过了那一段之后，撑过了之后就会解除，但那个疼痛感会一直在，就你必须要跟他就和平共处的感觉。是是是，所以每个人会遇到的状况不太一样，所以像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就是撑过那个疼痛的过程。那我就想问两位说，对你们来说跑马拉松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成绩，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其实是为了身体健康而跑的，能够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对我来说就是跑步，就是让我可以养成一个运动习惯，所以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然后而且因为跑步这件事情呢，你可能开始认识到说，哦，你必须要就是训练你的核心啊，训练你的肌肉啊等等的。所以就是除了跑步之外，就是平常如果现在休息的话，有时候在家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核心运动啊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兴趣的，也不会想去碰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因为跑步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了解到其实运动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它很有趣的。对，它很有趣的。对，那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收获。对，很大的收获。对。Jay 你呢，如果不追求成绩，不追求距离等等的，你觉得马拉松对你来说最开心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是透过马拉松学习到了很多，无论是探索自己身体的极限，或者是对于心理状态的坚持等等。我觉得 我透过跑步我性格也改变了很多，因为以前打篮球其实是比较逞凶斗狠的那一种，你必须要比较激烈一点，要必须要追求表现，然后当然也有团队合作的部分，但是你基本上就是要打倒对手，那才是你的最终目的。那其实马拉松这件事，你真的唯一的对手就是你自己，所以你必须花很多时间跟你自己相处，然后跟这个运动相处，然后你会有很多独处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对很多人来说，他都会问我说，诶，你跑步的时候会不会听音乐？我就会说 我完全不听音乐，因为跑步这件事对我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件让我享受的事，所以我不需要其他事情让我分心，这样子说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跑步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吧。对，我就是喜欢它。未来除了跑步还会想要接触其他的运动吗？你有其他运动的打算吗？因为他其实比较被动。对啊，就应该是你要推他一把，然后或是找他一起来玩这件事情。有可能，其实非常多人一直在问我说有没有要跨足三铁，然后我也没有非做不可的理由，或者是也没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会游泳，然后我也会骑脚踏车，只是会这样子。对对，就只是会跟擅长是不一样的事情。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知道其实要投入的话还蛮花时间的，然后可能对钱也是啦。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说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另外一项运动上面，特别是我在跑步这件事情上面还有想要做的事，还有我的梦想等等的。但同时来讲，另外一件事可以并存的就是越野跑啦。就其实我自己是有在跑越野超跑的，然后我曾经最远跑过100公里的距离，一次，对，一次
跑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很痛苦，但我觉得那样子的痛苦跟经验又跟马拉松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也觉得那是蛮迷人的啦，而且你可以跑一次然后就一直说，哎，我跑过100公里啦，就一直说也跑 很硬对啊，很硬啊，非常痛苦。然后你更能够了解到说，哎，其实有一些看起来速度不好的跑者，但他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坚持，慢慢跑慢慢跑，跑十几个小时下来他就是比你快，然后就觉得好厉害哦。 对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你们也可以尝试看看，叫定向越野啊。我觉得定向越野是让我跑步过程当中最开心的一块，真的，因为我导航能力很强。那方向感花就完全不行。那就要找那个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然后下去做。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觉得定向越野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结合跑步的一个运动，对，而且还蛮有趣的。对，是最主要是有趣。如果你有队友的话，那就更有趣了。对，通常如果跑得比我快的话，我会先帮他导航，我就说你先去那边，我等一下。对，好，最后邀请两位分别给新手的跑者一个小小的建议，帮助他们在跑步这道路上面有更多动力。我们先从花花开始好了，先开始喜欢跑步吧，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练多少跑多少吧。对啊，我觉得这是重要。然后跑步重点就是要开心。对，如果你因为跑步带你给你压力很大啊，你会因为它而睡不着觉，或者是很烦恼啊。我觉得是对我说的。你会因为跑步而睡不着觉？有时候会啊。给自己太大压力，想要突破 PB 是不是？对啊，但是就是你要很 enjoy 嘛，就是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呢？我觉得每个人的跑步目的不一定相同啦。有些人可能就只是为了瘦身，有些人是为了开心，有些人是为了健康。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像我一样，是想要挑战自己极限，知道自己最快可以跑多少 的人。那我觉得其实你不需要去跟别人解释或者是评断别人跑步的价值，就是每个人这个互相比较，我觉得是可以互相激励，但是也没有必要互相评断了。你不要想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他跟我同时间练，他已经跑这么快等等的，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对，有不同的历程。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比较，特别是在社群媒体的压力下，你会觉得啊，好像我进步不如人。那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他背后的受伤或者低潮你都不知道，很多人都只想要展现自己比较好看的那一面。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在跑步这条路上找到自己喜欢他，然后为什么这么热衷的价值。然后常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跑步，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啊？然后我常常很直接的回答就说，如果你不喜欢跑步那就不要跑了，你真的不要去强迫自己喜欢某一个运动。你可以开始，你可以试试看，然后觉得你的志向跟兴趣在不在这里。如果不是的话，你也不需要去太过跟人家比较，你就再去找另外一个兴趣就好，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没错，就像你今天跟这个人交往，你不喜欢他就赶快分手吧。对对对，赶快分手。对，这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居然会有人问这样子。会啊会啊，就是你喜欢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的理由。没错，对，我就是爱了，要不然怎么办。对，谢谢 J 跟花花，好的师傅领进门，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真的是比较喜欢跑步这件事情，而且越来越感兴趣，我是那个非常幸运的菜鸟跑者。如果你也喜欢跑步的话，可以入手 J 的跑步笔记，它真的不太像一般的跑者书，我要卖个关子，你们自己去看。如果不喜欢跑步的话，也可以买这本书来感受一下 J 大轻松幽默的笔触。非常感谢 J 跟花花来到小酌一下，因为下次见面可能又是一年后。一年后了，对对，我非常珍惜这次你们回台湾一起练跑和录音的时间，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最后呢，要非常感谢两位，谢谢，谢谢。喜欢小酌一下的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点选五颗星支持我，也可以透过 Sound on APP、KKBox、Spotify 以及 Google Podcast 收听。感谢大家，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